Yo, what's up? 一层楼，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视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哈登五代的实战测评。关于这双鞋呢，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买过实战或者是试穿过的，上脚过的可以在弹幕里面分享一下感受。刚入手的时候，我也在动态微博啊，还有短视频里面分享了我的初体验，太差了。差到无语，甚至是不想出测评了。但是呢，我还是秉着严谨客观的精神，硬着头皮继续磨合，继续测评，不放过一丝真香的可能性。最后到底香还是不香呢？大家也可以先猜一下。在我穿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双鞋确实比刚买的时候好了一些，但它的缺点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多。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它至少就有七条比较大的缺点。第一，谜一样的尺码，这又是一双让我买了两双才确定尺码的阿迪鞋。我先买的这双是44，后来又买了一双43.3/1。最后终于发现还是这双43.3/1的最适合我，它的尺码实在是太 tricky 了。要知道我平时 Nike 的是穿 44.5 US 10.5， 阿迪呢是穿 US 10 44码，这双呢要比我平时穿的阿迪尺码再去买小半码，也就是 US 9.5 43.3/1码。在内长上它确实比平时的阿迪鞋还要长了半码，而由于鞋楦和材质的选择，我认为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法做到再去买小半码的。它的前掌鞋面是比较硬的，而且周边都是卡死的，没有什么拉伸的空间。它的宽度其实是非常足够的，但脚趾部位上下的方向卡得真的很死。我的脚前掌并不能算窄，但是上下方面肉是比较薄的，所以这双鞋我再买小半码前面也能塞得进去。但如果我的脚趾部分上下肉再厚那么一点，肯定就塞不进去了。脚背稍高一点的人呢，也没有办法做到再买小半码。所以这双鞋呢，只有前掌比较薄的人才能选到适合自己的尺码，做不到的话前掌就会有很大一部分的多余空间。第二个缺点，又长又痛苦的磨合期。这双鞋我第一次上脚简直就是铁板一块，初期它的整个外壳都是非常僵硬的，像穿着一双靴子一样，前掌鞋面弯折的地方真的就像刀切脚趾一样，特别的卡脚，特别疼。买完之后我在家里穿了两天，然后呢还出了好几次门，压了总时长差不多3个小时的马路，我才敢穿着它去打球。而且由于这种非常差的上脚初体验，这双鞋摆在专柜里面真的一定很难卖出去，大家可以把试穿劝退打在公屏上。第三个大缺点就是它一言难尽的舒适性。印象中我已经很久没有穿过舒适性这么差的鞋了，初期有多难受就不再多说了，但在我已经把它磨合了很长时间之后，确实是可以穿了，没有刚开始那么难受了，但依然是属于舒适度非常差的那一档。在我已经在外场练了几个小时之后，它前掌弯折的位置依然非常的割脚面。第四个大缺点，祖传不跟脚，这和它的尺码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你能够塞得进去小一码的话，这个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即使这样，不跟脚的现象依然很严重。在新鞋状态下，它后跟的正后面是非常直的，而且正后面没有填充，特别的光滑。同时它的前掌刚性又比较强，比较难弯折，尤其是初期。内置的插入式中底在正后面还会有一个上包，在刚开始它有一定的厚度，会把脚跟往前再推那么一点点。后跟的内置 TPU 承托盘还特别的矮，最上面呢还是一个动态的鞋带孔。这些所有的不合理设计
加在一起，你说这双鞋怎么可能会跟脚呢？解决的方法有两个，第一就是必备技能，最后一个动态鞋带孔穿两次，之前我的米切尔2还有其他很多鞋我都是这么干的。第二个就是坚持不懈的磨合，穿多了之后前掌的弯折度会有明显的提高，不会像一开始那么僵硬了。另外呢，你穿久了之后后跟鞋蹄这里会有一点点变形，这样弯下来这里就会往里折一点，这样呢就增加了一部分后跟的阻力。另外还可以穿上粗糙一点的毛巾袜，这几个小枕头上面是有倒刺的材料的，如果你的袜子足够粗糙，它也会提供一定的摩擦力。反正多管齐下，不跟脚的问题能够解决一大半，但也始终无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第五大缺点，极不合理的结构造型设计。看过我上期视频的应该都知道了，我从今年开始会更加注重球鞋结构造型的部分。它采用的是插入式中底，这一点本身没问题，问题是它的外壳鞋底太平太方，跑动中当后跟边缘着地时，触地感受极其生硬，鞋尖不光没有往前上翘，它的橡胶还往前突出了一截，直线蹬地启动费力不说，还会增大足底筋膜、跟腱及小腿的负担，启动的时候也很像在穿着一双靴子。这个小细节的点让你想到哪双鞋了呢？没错，就是一代神鞋，只不过比它更极端更差。另外周围的这一圈硬塑料包边也显得很不合理，材质这么硬，立起来这么高，弯折的时候阻力也特别大，还会产生特别大的皱褶，弯折时候的不适感和它也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这里的这块装饰材料其实也是厚厚的一片塑料热压，就是这里的这道死皱割脚面的现象特别严重。第六大缺点，抓地力不合格。我很不理解的是，这种连续性的方格纹路在各大品牌里面抓地力就没有过特别好的，不知道阿迪为什么还对这个纹路如此执着。即使在比较粗糙的室外场地，它也没有给我特别好的抓地体验，它的刹车很明显是有一段制动距离的，这种纹路还特别容易吸灰尘，一吸就是一大片。这种又方又硬的外底轮廓在横移的时候有效的抓地面积也很小，抓地很不流畅，这个外底也就是在非常干净平整的场地上才会有好的抓地表现吧。第七大问题，体重超标。我这双43又三分之一码，单值504克左右，而实际穿着的感受甚至要比这个数字来得更重，而这双44码单值在530克左右。分析一下以上七大缺点，不难发现这双哈登5的穿着体验和一双舒适好穿的鞋完全不搭边，每一项都能作为劝退它的理由。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了这些还要迎难而上的话，或许你真的对哈登是真爱了。但这双鞋在磨合之后也并非一无是处，还是有一些优点的。下面就来看看这些优点能不能给你的心里带来一些安慰。要是已经被缺点劝退的人呢，如果你已经关注并且点赞三连的话，你也可以先撤了，估计这鞋你也没啥兴趣了。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优点，就是支撑性强，稳定性好。这样平整宽大结实的外底，再加上内置的从中足延伸到前掌的 TPU 支撑片，上脚之后可以说四平八稳，防侧翻也特别强，中足的抗扭转在新鞋状态下可以说是铁板一块。但我的实际穿着体验也已经证明，确实磨合之后还是会有很大的好转的。除了后跟的锁定一直都不太好之外，鞋面其他的部分无论是侧向支撑还是对脚面及脚趾的锁定都还是不错的。第二个优点，做工扎实结实耐用，这一点算是阿迪的传统优势了。这双鞋的用料呢又格外的结实，鞋面上糊了这么多塑料片，外壳上整整一圈的塑料包裹，遇到各种刮蹭都不用担心它坏掉。外底的材质也是比较厚比较硬，耐磨性要比我想象的好一些。我穿它在外场练了差不多四个小时的球，也还没有明显的纹路丢失，我也可以证明它不是橡皮擦。还有它的内衬用料其实也挺不错的，这几个小枕头用的是质量非常好的记忆海绵，有非常明显的慢回弹的效果。第三个优点就是它的中底材料反馈迅速，缓震极限很高。它采用的插入式中底，主体是 Light Strike，中间有一片 Boost 的插片，你的脚是隔着一张布直接踩在 Boost 上面的，脚感非常的直接。 Light Strike 中底呢被外壳包裹，也不用太担心衰减，即使它衰减了，由于脚感的主力是 Boost， 而 Boost 是很耐用的，所以单说里面的中底脚感上要比 Pro Boost 强多了。但这双鞋实际的中底性能表现呢，还是被这个设计不合理的外壳给抹杀了。第四点，这双鞋特别适合后撤步。你看哈，它前面都特别的结实僵硬，而在脚踝后跟这个部分呢，这个又厚又硬的外壳做了开放式处理，里面是非常软的内衬，所以呢，你别看它往前跑很费力，哎，往后撤退的时候，做后撤步的时候，它却有着很大的优势，后跟这里一点阻碍都没有。如果你在往前突破的时候发现，哎，脚要飞出来了，这个时候你不用担心，马上做一个后撤步拉回，你的脚马上就会穿回鞋里，是不是挺好？第五个优点就是我认为这双鞋非常有设计感，外观很耐看，我在压马路的时候穿在身上也没有任何的违和感，这一点比较主观，外观方面见仁见智，你觉得它的颜值如何呢？0到10分可以在弹幕里面给它打个分。最后呢，总结一下这双哈登5，穿它的实战体验真的跟美妙两个字一点都搭不上边，各种落后和不合理的设计都齐活了。但我也不否认，这还是一双挺有意思的鞋。优缺点刚才说都很清楚了，就直接打分吧。最后我给这双哈登5的综合评分是 B 减。
至于推荐的人群呢，适合范围好像确实比较小啊。我认为它比较适合看重缓震支撑、移动不多的战头型锋线，或者平时主要打半场、不怎么跑动、得分主要靠后撤步的人。另外，这双鞋可能还特别适合那些大体重、站桩型、力量强的内线球员。最后，我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的是，我非常好奇阿迪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双鞋。这双鞋其实是由前 Nike 著名设计师 Ken Link 带队设计的，而且我认为它是很 Nike 化的一双阿迪鞋，尤其是这个插入式中底加上外壳的设计。但这种结构的球鞋应该怎么做？众多成功的科比球鞋早就已经给出了答案。后跟硬质的橡胶杯状中底，如何保证流畅的过渡？ KD13 也已经完美解决了。为什么有这么多成功的案例，作业给你都不会抄呢？每次我在说一双签名鞋不好的时候啊，总会有人说什么为了球星本人设计的，哈登都能穿，你怎么就不能穿？自己力量不够，别说鞋不好。关于这个哈，第一，球星的身体素质是为了在场上做动作用的，并不是用来浪费在球鞋上的。第二，其实穿 Off Dunk 和哈登5这样的鞋也并没有怎么影响我的打球和弹跳。我穿哈登5甚至还解锁了两个之前没完成过的扣篮动作，就别说这两双，我穿匡威帆布鞋也可以正常这样扣啊，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能不能穿的问题。你要是说它真的完全是根据哈登的需求设计的，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并不是。哈登自己穿呢还真不长这样，哈登在阿迪这边跟老詹在耐克那边是一样的，他自己的皮也这么多年来大部分区别都很大。这双哈登5哈登上脚的版本鞋头上翘特别的明显，鞋型还有内衬也有区别。签名鞋所谓的什么为球星需求设计，都是靠球星带货卖钱的，目标都是所有的消费者。还得说，除了鞋底有点滑，除了有点不跟脚，除了有点硬，除了有点卡脚，其实没那么差。你搁这安慰谁呢？鞋好不好都是穿过众多的球鞋对比得出来的，有更好的选择为啥要买更拉胯的呢？但这双鞋虽然试售的成品不怎么样，但我认为它的设计绝对是一个好设计，但图纸转化成实战性能的能力，阿迪还是不如 Nike， 甚至不如现在的李宁。最终产品是这样的表现，可能设计师也是失望的。把哈登5改进成实战神器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要在结构造型和用料上做稍微的调整就可以。好了，以上就是关于这双哈登5我想聊的全部内容。大家如果对这双鞋有任何的看法，也欢迎在评论弹幕当中留言讨论。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也请不要忘了留个点赞三连。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也请记得点击订阅或者关注，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更新。其他的一些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鞋款，比如 PG5 还有威少4，我都已经入手了，测评的鞋很多，慢慢排，都会给大家做出来的。最后还是要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This is Enzo，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